将到澳洲墨尔本举办演唱会，目前团员都已经到澳洲做准备，但没想到在开演前一周，主办单位却突然宣布原本的演唱会场地将更换至大的场馆举行，导致许多歌迷的位置被更动，也让不少粉丝纷纷上网留言抗议。对此主办单位也解释，换新的场馆是希望能让五月天有更大的舞台空间，只是更换场地有点太临时，让许多歌迷本来买到不错的位置，现在却突然被改到离舞台较远的区域。对此主办方也和歌迷们道歉，并强调他们持续在与当地主办方还有售票系统做沟通，希望找到最佳的解决方式，也请粉丝们可以寄信到相关信箱，他们有紧急出动多位专人为大家处理门票相关事宜，谢谢歌迷们的谅解，造成大家困扰与不方便，主办方也再度致上最深的歉意。